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，张灯结彩迎新春，红红火火过大年，歌曲小品魅力无限，明星歌手经典演绎，好听好看好玩，一切尽在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新春嘉年华，和您一起过大年。一场运动盛会的成功举办，离不开无数工作者在背后的奋力推动。赛场上，运动员在比赛中努力拼搏，寒冬里数不清的无名英雄在风雪中坚守岗位。小品《风雪饺子情》通过讲述寒冬里温暖人心的爱心故事，并同时向在冰雪天气中仍坚守在岗位、牺牲小家成全大家的工作人员致敬。哥，你来同志们，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，他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。现在好了，外边下大雪，高速封路，回不了家了，我能不闹心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？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，骑的就是摩托车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，浪漫一下。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，但浪是真浪啊！这是。大哥，你还真别说，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！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，一边看沿途的风景，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。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。我闭上眼睛，幻想它不会停。盲骑的啊，玩票呢？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？不是，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，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。这算是老家哪的？安徽的。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？游什么呀？回老家呀。回安徽呀？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，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？哎呀，大变样啊！是啊，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？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，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，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。大哥，你啥意思？还啥意思？你老公是真浪啊！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，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，兄弟，方向干反了。怎么方向还反了呢？你不会砍路啊？没长眼睛？哎，长了，有点小，只装得下你。你装个导航吧，这家心可真大呀！这还搁这搞对象，快坐歇会儿，快点的。行，走。饿不饿？大哥，哎，有吃的吗？还有吃的，我这啥？你看我这照片上，我给你下碗面条吧。媳妇儿，面条行吗？我要吃饺子。饺子没有了。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，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？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？对呀，你这不饺子馆吗？怎么没饺子？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。那我给你掰扯掰扯，请问，狮子头里有狮子吗？娃娃菜里有娃娃吗？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？那你这是啥？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。大哥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，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？你给我们煮一碗呗。是，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，但饺子真卖没了。这是给我媳妇包的，我媳妇怀孕了，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。饺子馅儿能有多贵？你啥馅儿？啥馅儿？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。燕窝磨成粉配面，胡萝卜配鲍鱼当馅。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，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，把它熬成了汤，用它来下饺子，显得格外的倔强。大哥，我明白了，这100块钱你收下。实不相瞒，我媳妇儿也怀孕了。啊，你也怀孕了？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？他踢我。拉倒吧，这干啥？你这肚子鼓都没鼓，拿啥踢的你？拿金箍棒捅的啊？真怀孕了？3月了。对，把这钱拿过去。大哥，你收着吧。你说啥呢？谢谢啊。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，就是冲你俩呀，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，我锅里煮的饺子呢，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。谢谢大哥。老板，来份饺子。
没有了。我瞎吗？啥出事啊？别整那没用的，看见我这肚子了吗？咋你也怀孕了？我怀什么孕？我这是气的，一肚子气。一气就鼓，属河豚的。我一碰就炸，属气囊的。我的妈，这拥护啥呀你这？我是个送货的，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，没成想大雪封路，货送不到家回不去。我就纳闷了，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？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。漂亮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是打个比方。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。啥意思啊？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，这上车饺子下车面，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。行，大哥。屋来了啊，雪清的咋样了？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，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？来，把这饺子带。贾哥，我真不要。整得我措手不及的，你这老弟啊，这真不是给你的，给你们队长的。嗨，放心吧啊，一定给嫂子带到。跟你嫂子说啊，注意安全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知道了，走了啊。好嘞，站住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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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事了，抓现行了，快快快快快。我问你，饺子给谁包的？给我媳妇啊。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？我们队长啊。明白了吧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？拉倒吧，啥？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，喷点醋消消毒啊。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我媳妇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。承认了。我承认啥了？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的妈，产业链还干出来了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？你到底想说啥？你品，你细品。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，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，把咱们堵在这儿，卖咱们吃的，挣咱们钱。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？100块啊。你看看，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。打倒吧，行了吧。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，我彪啊我呀，够不够油钱？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的。小吴，小吴，报告你的位置。报告队长，我在服务区，在我贾哥这儿呢。媳妇儿啊，老贾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，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，我们被临时抽调，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，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，让他们别担心。啊，你，哎呀，你就放心吧啊，你呀，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，家里有我呢。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，我爱你。收到。他还回复他收到，咱也不知道收到。哥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你别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呀？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，过年了，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。好嘞，谢谢贾哥。请叫我真哥。亲哥。漂亮。快点了，路通了，下去掉头往回干，能回家过年了。我们也不着急，15之前回就行。你这真是自驾游啊，你这样。我们帮你包饺子。大侄女啊，你把我感动到了，你信吗？小气囊啊，卖开花了，你咋还不走呢？我走了，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？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！谢谢你啊，小河豚，走，哎，回来，不是包饺子吗？你这啥材料都没有，拿啥包饺子？我车上有面，我车上有肉，你呢？我饿。这完蛋玩意儿，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。三位好心人，我代表我媳妇儿，还有她肚里那孩子，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，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。不管在哪儿，不论干啥，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，那就算是过年了。
在手，梦想在前头，筑路修桥盖高楼，咱们天下走，汗也不白流，累也不白受，实干才能出成就，谁也别吹牛。成功一杯酒，亲人暖胸口，不悔青春有追究，日子有奔头，咱们挽起袖，大步朝前走，实干才能出成就，谁也别吹牛。成功一杯酒，亲人暖胸口，不悔青春有追究，日子有奔头，咱们挽起袖，大步朝前走，奋斗才会有幸福，劳动最风流。有人在路上奔忙，就有人在为他们保驾护航。大年三十的高铁站台上，一趟趟飞驰的列车驶过，在这寒冷的冬夜，很多温暖的故事正在上演。能融化冰雪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暖意。小品站台讲述了一名铁路警察的日常，体现了铁路职工节日坚守岗位、默默奉献的精神。过年你们都到家了吧？啊，我也马上到了，这不是买方便面没赶上火车吗？没关系啊，马上我也到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吃饭了。哎呀，那个兄弟，你好，给我穿会儿行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大冬天就穿个跨栏背心出来？哎，哦。冬泳队的呀，啊，那冬泳队咋还能怕冷呢？这是，来来来，赶紧穿上吧。哎，好家伙，谢谢啊！这大过年的都感冒了啊！哎呀，谢谢。我那有方便面汤，喝一口老暖和了。哎呀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大哥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我那个，我去南，那个北，那个没想好呢。啊，没想好就来火车站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去哪儿啊？冰城哈尔滨。哦、哎呀，喝点啊！旅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民警，有什么困难你们找我啊！我说，今天是大年三十，站台上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注意安全啊！我说，警察同志，大姐，快点，大姐，快点那个，啊，我的包让人抢了，快点，你等会儿，帮我找找，你说什么？啊？包被人抢了，对，抢你包的人，你记住长什么样了吗？化成灰我都认识他，长得比你还磕碜呢。比我，快，你等会儿吧，我长得是不好看，比我难看的人多了。我是说他长得什么特点？我说什么特点？那个左边第四颗牙是假的，算特点不？假牙呀，我说，那我能看得见吗？我是说明显的特点。最明显的特点，那个是他右屁股上边有块痣。那屁股上有块痣，我更看不见了。那你就这么说吧，他穿什么衣服？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穿个跨栏背心，光个大膀子，这么冷的天下着大雪，他穿个跨栏背心，那他就这么穿的呀。我站住话，警察叔叔，跨栏背心让我抓住了啊！把嘴给我张开，第四颗牙假的，就是他。
来，起来，蹲下，站起来，把我衣服脱下来，你个贼！我好心好意给你穿衣服呢。你挺能跑啊！哎，别动手！来，既然把他抓住了，你把他交给警察啊！来，蹲下。哎，我说你可真行啊！大过年的都回家探亲，身上都带点钱，你可倒好，抢人家包，有没有良心啊？压根儿也没有什么良心。不是，大姐，交给我，我问他啊。来，出示你的身份证。这儿呢。哦，车票呢？这儿呢。哦，哎，我说你衣服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你俩谁抢的谁呀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撩得快，他要撩得不快的话，我都给他扒了，我让他光着回去，我冻死他！我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俩警察同志，你也不分析分析啊？他怎么能知道我屁股上有块胎记呢？哎，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屁股上有块胎记呢？哦，警察叔叔，我知道了啊！我问他，老妹儿，你是干啥工作的？护士啊。多清楚啊！他给他接的生呗，一边待着去。有你啥事儿？我说你胡说八道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赶紧。我媳妇儿。两口子，我说，哎呀，来，身份证、车票都收好了。哎呦，知道，哎，我在这儿值班，看不了春晚。你们两口子跑到这儿来给我演小品来了是吧？阿信。行了，看你冻那样吧，穿上，赶紧的。赶紧穿上吧。高大上。干啥？我就最后问你一遍，你今年过年到底是上回谁家过？白富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年过年必须去我们家。那我不就是觉得我爸我妈岁数大了吗？我回家陪我爸我妈过个节，怎么了？大多少啊？你爸就比我爸大半个月呀、啊。不，那大半天不也是大吗？那你们家不是还有你妹妹陪着这二老呢吗？高大上，你长心没呀你啊？啊，妹妹，我爸我妈就管她叫妹妹，我妹妹的是条博美。嘿，高大上，你就这么唠嗑，咱俩就得离。哎，怎么说着说着就到离婚上了？哎，行，少说两句。哎呀，过年回家那是团圆，让老人高兴。你们两口子可倒好，在这站台上大过年的把婚离了，让老人怎么过这个年？所以我说呀，我让他陪我回家过年有错吗？你也少说两句吧，我说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瞅瞅我，我都十年了没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块过年了。啊？你干啥去了？哪玩去了？我哪玩去？我哪儿都想玩去我。过年了，我这个工作我忙啊，我离不开呀、啊。我说，你听我的，今年再让他一回，过年嘛，高高兴兴的陪他去一次啊。明年你陪他行不行？还在这儿走。行，那个今天，咱还回你家过年，啊，你别生气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老公。哎呦，行了，哎。别在这儿温存了啊！哎，收拾东西，车一会儿马上进站了。老婆，我收拾东西。哎，这多简单的事儿，以后别发脾气啊！哎，谢谢大哥。别客气。大哥啊，那你过年也回不去家，嫂子对你没意见呢？你嫂子对我没意见，我说她比我还忙呢，她年年都回不来。我真服你们两口。哎，车来了，老婆，快点，来，别在这走了，走了。来，上车了，好了，你安全啊！严同志，来，别忘了，别忘了，来，上车，上车。情人拥抱。
夜空燃烧，时光推我走进崭新一秒。心怀忧患，心服平安，我们守岁在万水千山。春天不远，秋又相见，瑞雪飘飘，天地间又是一60年代，歌曲《雪绒花》作为电影《音乐之声》的插曲而被观众熟知。这首歌歌词不长，却情深意远。主人公赞扬雪绒花的美丽，通过这小而白、洁又亮的小花，祝愿自己的祖国永远平安、顽强。怎能被掩埋？
我很意外，你只因缘尘埃，我看不开，花开了不多待，还能有谁舍得这样痛快？静静的等春风来剪彩，一莲花开，勇敢的爱，一树繁华，念一世情怀，雪里钟情。开花落，听爱的告白。花开花落，听爱。